什么？三眼美女来吗？他带他们太走了吧？一直看那个女的，刚他们那个早上女孩一直看着我。哦，他是你的闺蜜，起来，起来，你不是个男，不是他应该救过我们，小心死我。对对对。他虽然他100%会跟你走。哎，小董，小董，有女孩，我们找到大头女孩了。大头女孩，好，好像好没礼貌。哪一个？好没礼貌。没有，我这样解释好了。就是我们不要讲大头，大头难听呐。大头难听。我们讲那个发量比较多的女生。发量比较多的女生。有吗？我有过来，我有尺，我有尺。我帮你啊。先我量一下那个。好的好的。那个。有尺目标就。好，完蛋了。哎，当参考。刚刚好。刚刚。来，刚刚。转过来。别走吧。别走。大头女孩。大头女孩。这边结束了嘛？这边还会继续。那想要请问一下，你们今天这一群行程的安排是谁负责？是你负责。哦，那就开始了。好，开始了。请问你要去哪里？你看，你看那个字就好了。字就好。不要不要，看字好。你看字。很赞，没事没事，谢谢。千万不要把那个大头给放在上面。其实他是心里现在有点滴血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先说她是大头女孩，大头女孩，美女，头发发量多，发量多，发量多，比较厚。我们继续，我们过去接近一下。嗨，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来多久了？从刚来一个多小时。刚来一个多小时，很棒，很好。这是有吗？看看有没有。哎，有腿哦。七美吧，我们要找七个美人。美人。然后想问看看你的腿有没有很长？有100公分。你看这胸部，其实我的腿在这里啊，因为我裤子喜欢穿高腰一点。那你的腿大概它？不好意思，差落差有点。这应该有，我觉得有机会哦，很高哦，有机会哦。我觉得他应该有101、102哦，有170、171，他绝对超过了。所以，要这是100公分嘛？100公分。来，从100公分，你再往下拉。你看，从这边开始哦。拉直。超过。再往下拉，看要多高。你看100在这里，然后它已经110了。好，确定喽。你要去哪里？爱心油桶。好，等一下。再去吧。就我想，就是因为她是老公选的。你问什么？问什么？你是老公选的。你是老公选的。对。好，来。来，我们再问一下，一二三，你要去哪里 ？OK。很多事情不要给老公做决定啊！是老子老富贵，不要听老公的就对了。我们问长腿女孩嘛，你是女孩吗？不要关掉。那你们可以跟我们去大师风景区啊，你们再去自己去带这个爱心球，因为蛮可爱的，符合你们的爱。小孩子应该最喜欢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不够人气。有没有吓到小孩？一起去。来，那我们一起去大师风景区。好，我们走在前面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我觉得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五个，接下来就是关键点。第六个景点有没有拿下来？应该就很有机会。你想哭，你想哭。他们都要去补钱。哈哈哈哈哈！七美女里长，里长啦！里长啦！投我一票。拍照，你超。对啊。
家都有尖叫声的，昆达怎么也有尖叫声？尖叫声哎！到了到了，耶！停车吗？哇，这太多景点哦！真海超美的。大师为什么叫大师？龙城。我众石狮尊服，大眼皮女孩，我们待会再来找你，先不要走，等我们一下吗？配合一下吗？也找个阴凉处哈，来啊！看我这边，一二三。哎，刚刚那位，来来来来，我们开头。你要看一下，你们要锁定她是哪个？这个非常明显，她就是。单眼皮女孩，我们会问你要去哪里，之后你再比给我们看。大家可以跟他的单眼皮对看十秒。好，我再看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哇！哎呀！有没有讲话？不会讲话，不会讲话。认真。不要！为什么你也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，好。很可爱，你是很可爱。对啊。你要去哪里？爱心油桶。OK， 很好，走吧走吧，我们爱心油桶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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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拜拜。人都走光了。哎，嗨，你在走道吗？哎，好像有了，应该有了，应该有。你还不是这样问？来来来喽。你们来多久了？我们来几个小时而已。来几个小时哦、喔，来到西美几个小时而已。对，可以方便问你的头围大概几公分？有量过吗？因为我们寻，要寻找一位可爱，因为我们想要找一位就是好大头围的脑容量，就是头围聪明的女孩，六十公分这样子，六十公分从哪里开始量？大概是多少？头下面吗？六十。我头发拿开来。对。56啦，56。那我们也尝试看看嘛。对对对，先来问问看。OK， 这边以后你们买帽子就可以记住自己的了。他们可以试戴。60会报上自己的头围。60所以是很 low 的。60要戴多好？那应该得100。真的？它的更小。OK， 好，没关系。谢谢。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朋友，那我们如果他们等下跟你会合吗？好啊好啊，那我们等一下，然后出去问问那边的。刚刚那边的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快，哎，你头很大，对不对？快。那我们 Q 大头。对对，我等你。好。头很大，对不对？我在等你。头很大，对不对？朋友，他没有，他一定没有超过的啊。你们的头围也有大的吗？等一下。你们从这个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同学已经被我灭走。那我们最后一个女孩必须强行问了，就是可以量一下你的头吗？可是被找了，找了，你是被找什么？头围。你看吧，你头围有60啊！你这样不会是全七美岛的闺蜜？啊，他朋友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你朋友头围有60吗？量量看，要不要量量看吗？来，头围60这种算大。没有。哎呦。感觉有机会哦，我们可以聊。哎，坐着。他没有啊、哦，他这个感觉54耶。在他下面下面一点，在下面一点。对。55。Q Q。Barbecue 了啦。Barbecue 了。下面嘞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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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你们。你走走，你看他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车速可以放慢吗？不好意思，停车，零检哦，拜拜，零检哦，零检哦。你们现在来，你们都可以帮我脱帽安全帽跟帽子吗？就是我们现在啊，可能会想要找一个
头围超过六十，长腿女孩又拥有头大的女孩，对对对对，你要完全符合。那他这个应该超过100亿，对对对。那我们可以先量一下头吗？好，可以。你这个引导是很好。这样子，这样这样，这样有多少？里面都是谁的手？这样有啊。没有，观众席。对啊，你到底在那边等我什么？不是啊，我没有看到数字啊。我看到没有？没有，我是59，差一点，少一点，很可惜啊，可惜，可惜，谢谢啊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谢谢哦，这些景点对，可能要请你选择一下，然后我们会问说你要去哪里，然后你再告诉我们，感觉一下，还是来加油一下好了，来，再加油一下，一起加油，来，一起加油，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 ，Let's jump， 来喽，一二三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下降。啊我想等一下，我们是在找长腿美女，然后要超过100公分，可以吗？我们可以找你，你腰弯腰一下，宽骨，哇，好高的哎，真的，你地鞋哦，哇，这还是美女，哎，量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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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量我量我量我，哎，可是他真的腰很高哎，因为我的宽骨在这边，哎，就是这。他的腰真的很长，他的腰真的很高，自讨苦吃。好，看这个问题啊，请问你们是刚吃饭，然后准备要走行程吗？对。哦。好，这很知名的都已经去过了。哦，去过了。哦，不讲了，先不讲，好，不讲。好，可以问了，再问了，再继续来。请问你要去哪里？在啊，史上最强关卡，来，我们来看看成绩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找7个人拍到照片最多的就获胜了，好吧？来，我们来看您第一张。三，嘿，有种，有种，有种，随随便找个人凑数，不是单眼皮，他从六拉，所以六张已经赢了啦。我们有新的，还有什么？请问你要去哪里？接受了，可以了，恭喜黄队。
一千了，36,100元的奖金啊，6600块交到他们手里，又到了5亿。